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克兰芝宿舍了。把这些堆在一起。啊，把这个堆对放在一起，方便他们抬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你们。感谢所有的好心人，除了感谢，在这里还是感谢，感谢新加坡也关注他们。有我们中国五星红旗。然后呢，您带过去，麻烦你带进去给大家分发一下。辛苦了啊，辛苦各位了，辛苦了。关注我们，你想知道的一切新加坡生活资讯都在新加坡眼。